刚朋友一大早打电话来说，他女儿在上班的路上爆胎了。我们现在拿点工具过去帮他换个胎，又要停工了，下午才能做了，是吧？对。很新，他为什么会爆胎呢？是因为难说的话，砸到钉子啊，就会爆胎。砸到钉子啊，有些时候呢。胎压不够啊，胎压过高啊，也会。我们这个车都好多年了，都没换过胎，2015年到现在。经过麦当劳，我们就买了麦当劳早餐来吃，肚子饿了。这个薯饼，还有一个贝肯鸡蛋包。吃饱了再干活。他们现在已经把车拉到这个停车场了，已经开到这个停车场，看一下什么情况。哎呦喂，天哪！你怎么运气这么好啊？胎都爆了！哎，紧急救难队，你女儿去上班去了？对啊，她就在前面，然后我就赶快。就赶快车他去上班，没气了，他就给人家停在那个。这车上有那个新胎是吧？就是备胎哦，备胎。你老公说叫我老公把它拿出来，哎，要命，没经验。他昨天刚刚给朋友弄那个胎，把那个钉子他拿出来，也是扎钉的嘛。哦，昨天晚上。哦，是哦。应该是刚加的。对，因为老板你知道，他早上出门的时候，我还特别看了一下轮胎。好了，但是因为他这轮胎扁扁的，其实你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啊。对，肯定是这个原因，然后太爆了。Yokohama 好像 Costco 没有。你就绝对不能换，坚持。要不然我们就怕。对，人家索优塔那个斜对面那边有一家，可能他那里会有。去买个新胎，对吧？对，我、哦、还有一个项链，家猫。干嘛？会啊，反正就是要先回去就对了。不是，你就下班，女儿下班的时候你过来，对，他可能早一点。只要什么事再找我们了，好的，拜拜拜拜。救援队，谢谢。对，我们就是你们救兵。救兵，真的小救兵。好的，老板，谢谢哈，拜拜，拜拜。现在我们来买荡秋千那个钩啊，找了半天没找到，是这些吧？零的，是的。转个窿拧啊！这个秋千装好了，这两个已经迫不及待的。Beetles everywhere. 饿了没有，师傅？那就再等等。地下的门框已经出来了。塑料袋铺着有什么作用？可以防潮。都可以，做个抓锅之后就将佢反起嘅，反起个钉板就有啲防潮嘅作用。防潮的作用，因为呢个唔系常用嘅房，需要一个细嘅衣柜攞嚟挂下衫就 OK 啦，系咪？
跟住嗰個門就咁樣一拉，即係接電嗰啲咧，拉包裹，喺亞馬遜唔知咩嚟嘅，好長嘅。啊，可能係呢個嘢，發生咯。什麼東西來了？最近都要不停的買買買。去水的通道。这多少钱啊？这个要100多。